5年了，有一种感觉，我跟节目组是一起在成长。参加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只是参与者，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我是跟大家一起来的。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觉得第5年了，我觉得像是娘家，像回娘家一样。总之来说，我们是来帮忙的，我们是来希望能让我们的新生代的舞者越来越好。我觉得他们就特别像是很早很早之前的我们。只不过他们会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，像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输出。那我们唯一能帮他们做到的，就是让他们本能的去输出他们的能力，然后以及让他们去习惯这样子的录制，以及让他们知道街舞可以有更多的多元性。也很期待有很多，应该会有很多黑马的存在。大家就敬请期待吧。